姐姐，这个是个啥东西啊？我看看。哎呀妈呀，这可不是个好东西呀、啊！妈妈，你又整个推子干啥？还能干啥呀？给猫弟剃毛呗！你瞅瞅这毛长的，靴子都没了。天哪，妈妈，你这是在给我讲恐怖故事吗？就你那手艺，你这用的给剃完，猫弟不得连皮都没了？别剃了！哎呀，你就相信我吧。姐姐，要不就给妈妈一次机会吧？哎呀，你不懂，妈妈根本就不会，你还让她剃？算了，不管你了。我相信妈妈。面对疾风吧。你藏这儿干啥？你给我出来！妈妈，我后悔了，我不剃了。现在后悔晚了，你剃这半拉柯基的咋整？你看你胖的。行了，大功告成，看我们谁啊，除了剃的有点凹凸不平以外，也还算能见人吧。不行不行，妈妈见不了人了，快点开门，我要进去。